爽的刀直接弯掉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来把爽的刀给修好。没想到 Netflix 剧还会出这种包，是最好团队那么多人都没有发现，还是他们其实是故意的，他们想要有些讨论度，他们想要傻傻 YouTube 拍片帮他们创造一些流量，还是他们不知道怎么修？绝对是他们不知道怎么修啊。好，那我稍微看了这部剧前两集，真的还蛮好看，是很罕见没有什么崩的动漫真人作品哦，真蛮推荐大家去看看。好，那这出包的是在哪一幕呢？哦，这是第一集，索隆他在被蒙卡上校攻击时的华丽转身，砰啊！哦不，索隆的刀直接弯掉了，这是索隆三刀流的第三把刀啊，他那个时候在剧情里面还没有拔出来，所以可以很确定不只是剑鞘，大概连里面的刀也断了。但没关系吧，这是小事吧，剧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追吧。不，我没有办法再认真看这部剧了，我眼睛会一直注意索隆的刀啊，他还会再弯掉吗？他后面还会再弯吗？不，我现在脑袋在浮现索隆刀弯掉的画面啊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来把索隆的刀给修好。什么？要发挥我特效的专长了吗？在我拯救了这么多迷因之后吗？没错，世俗间都是这样称呼我的，历史改变者六指渊。本集节目由数位游牧协会赞助播出。好的，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观察素材，看看我们到底要花多少力气，然后修到多少程度。好啊，首先我们来看看穿帮的时间到底有多长。好，从这边剑就开始有点微微的弯曲了。那我们特效师在修东西都是以帧为单位计算了，不是秒，是帧。影片每秒大概有30帧，我们是要一帧一帧一帧把它修到完美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来算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，我们总共有19帧要修复啊。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，假设不弯的话，这个刀的正确方式应该要怎么摆？我觉得正常的直觉是直接把它断掉的地方给弄直，但是都没有想过这样是不合理的，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剧里面会断掉的原因，因为那边是地板啊，你剑鞘是不可能插进地板里面的，所以这样做是不合理的。那我们后置也不可能去更改索隆的动作，改索隆的动作可能要找一个身材差不多的穿一样的衣服，然后再去演，但那个太花时间太麻烦，我们一定是去改剑，速度绝对是最快，可行性是最高的，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用逻辑去思考剑怎么摆才会合理。那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们可以让剑鞘它松脱于它的腰带，就有点像是随着索隆翻滚，让这个剑被地板往上给撑起来，然后索隆站起来之后，这个剑又回到它原本的位置。这个方式物理上是不是就比较合理了？但是这么容易松脱的剑鞘，感觉帅不起来，你知道？感觉它剑随时会不见，随时会被抢走。好，于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让剑直接摆到右边去，等于去沿着地面磨，那这样也不会插进地板。然后随着索隆站起来，剑就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弹到原本它该在的角度。是不是合理多了？好，那确定好制作方向，我们就开始动工喽。好的，首先我得把它完整的剑给还原回来。那这个方式我就是从画面里面东拼西补，那上面手柄的地方，我找到后面有出现的画面来补。然后我们在 Adobe Photoshop 里面整理一下，那接着再回到 A1 里面，把瞄点放在剑会旋转的地方。我们先把位置确定好再来旋转。所以我们先手动追踪索隆腰带的位置，我们先无视它原本的剑哦，待会我们会用黑科技把它们给移除。确定好位置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调整角度了。那原则上就是不能让剑旋转超过地板的下方，然后它回来的时候它摆上是有点角度的，所以我们旋转要转 3D 的。那搞定后，它后面的两个黑色的剑也要把它取出来。这边我原本想说用它画面里面的样子去改，但是好破烂啊，请问这是从土里面挖出来的青铜器时代产物吗？所以我自己快速拉了一个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对这三根的位置然后最后来调色 OK， 然后加上高光。好，各位，剑的部分我们搞定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原本的剑给移除了。这个在几年前我遇到同样的事情，我是不想做的，因为我可能就是要把每一帧输出到 Photoshop 里面，然后用笔刷工具把它背后想象的样子一个一个画出来。但是各位，现在我们有 AI 的力量啊，不多说了，直接看成品。没错， AI 猜到了，把原本的剑移除，空空的索隆样子长怎样，接着我们再把我们做好的剑给放上去就好了。最终成品，天哪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爸爸是不是很厉害？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我自己。16场，那刚刚有很多步骤我都是快速带过，因为这部影片的定位我就想说让大家娱乐看看就好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学最完整，一点点细节都不想放过的话，本节赞助厂商数位游牧协会，他们有帮我办了一场免费的线上私密直播教学，在9月18号星期一的晚上10点到12点，但是这个直播是不公开的哦，你一定要透过填写这支影片下方的表单，还可以收到这个私密直播的连结，而且报名的数量是有限的哦，只要一满500人，我就会马上关闭表单。好啦，差不多这样，大家如果喜欢我这类修复影片的系列，请大力的帮我在这个影片下方
忙按个喜欢，这可以帮助演算法让我的影片被更多人看见。哎，像我这一集是修复 Netflix 影集，我觉得这个系列可以多拍更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之前都是明明爆改嘛，去拯救迷里面的一些荒谬事，说不定我可以把一些特效改得更好啊。我现在脑中想到的就是八点档，你知道，就是被车撞飞很远的 Michael， 或者是一个什么黑旗，什么永远爱你，然后最后被飞弹炸到的那个，应该还有很多五毛钱特效可以被我修复。大家赶快在留言底下投稿，想看六六赶快修复什么东西，然后包含要怎么改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一点意见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